除了市长、市议员部分，里长也在今年年底三合一的选举当中。同样的，这几天也是登记的日子，在树林区里长登记的部分，有几位里长是进行了联合登记，争取连任，借此喊出年轻的里长为民服务，活力朝气，生殖淋漓。少年里长互相扶持，继续打拼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们四位现在是目前是现任里长。然后今年都有继续连任 的信心，希望大家给我们支持。年底大选开放登记到目前为止进入了第四天，树林区四位里长约好同一天登记参选，象征团结力量大，希望能够成功的争取连任，继续的为民服务。而根据区公所统计，到30号下午3点为止，树林区一共是有63个人登记参选里长，全区呢是42个里，是有22个里是同额竞选的。比起往年来说，今年的参选人数可以说是相当的踊跃。